第22题，下列四种液体，测其可燃性，发现甲、乙、丙可用火点燃；测其沸点，所得如刮壶内的温度所示；测其可溶性，发现乙烃可溶于水，则哪些是纯物质？甲液体、乙酸、乙酯，沸点77度C；乙液体、乙醇，沸点78度C；丙液体、汽油，沸点50到80度C；丁液体、甘油，沸点290度C。我们知道，纯物质是只有一种物质，有一定的性质，它有一定的熔点、一定的沸点，所以沸点固定的就是纯物质。甲、乙、丁的沸点都固定，所以它们是纯物质，而丙液体的沸点不固定，它是混合物，所以。我们第22题问我们，则下列何者是纯物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甲、乙、丁。